朋友，大家好，大家晚安，欢迎收看5月27号星期五为您播出的《新台湾加油》，我是许贵雅。俄军小心了，好，过去美国他们思考再三，就是不愿意军援多管火箭。那考量的是，比方说海马斯多管火箭，它的射程有一款可以到300公里，那这样就可以打到俄罗斯的国土了。但是呢，现在出现了一些转折，我们看到是 CNN 报道说，美国可能军援乌克兰远程多管火箭。进前不来，今嘛写那个北啊，这是前后思考为什么不一样？稍后我们来看。而且呢，现在用多管火箭是要把俄军打回家吗？今天进一步呢，我们还要来揭秘，揭秘哪里？揭秘马利波亚速钢铁厂乌军是如何那么样大胆的进行补给的任务，以及我们还要看到的是普丁他被暗杀之谜。根据了解跟掌握，普丁已经逃过至少有5次的暗杀行动，那其中有一次呢，是有40公斤的炸弹差点是在他的身边引爆。普丁的政敌是不是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也正在蠢蠢欲动？稍后我们来讨论。先来介绍今天的来宾，从右手边开始介绍起。首先欢迎的是台湾智库咨询委员董立文董老师，大家好。好，欢迎北一陆军少将俞北辰俞将军，贵阳好，大家好。好，左手边的部分欢迎的是两岸政策协会研究员张宇韶宇韶老师，贵阳好，大家晚安。好，欢迎知识媒体人钟年晃，贵阳好，大家好。以及时事评论员黄义忠，贵阳好，大家好。稍后还有战略学者林颖佑以及国民党的文传会副主委黄子泽会加入讨论。我们要先一起来看顿巴斯最新的战况。升空冒出巨大白烟，这是俄罗斯国防部26号释出的最新影片，宣称伊斯坎德飞弹击中乌克兰一处军事目标。俄乌战争打了超过3个月，俄军近来加大火力，全力炮轰乌东顿巴斯地区，超过40座城镇被轮番轰炸。但泽伦斯基似乎已经铁了心要抗战到底。Почали з'являтись і симптоматичні редакційні статті в деяких західних засобах масової інформації про те, що нібито Україна повинна прийняти так звані важкі компроміси, віддавши територію в обмін на мир. Теж писали щось подібне, але зараз знов таки нагадую. 我们先从乌东来看起，乌东的情势哈，乌军快要被包饺子了。将军，你昨天上课对不对？哎，贵雅是非常认真的哈，你讲说有3条线，不是同样3条线，好，哪3条线呢？攻击发起线、火力支援到达线，还有战场追击到达线，这3条线就形成了陆军地面部队它一个攻击线。可是呢，俄军说炮声就躲下来绕跑熊进啊，所以乌军一追就变成一个凹字，对不对？变成现在所谓叫包饺子的一个处境，所以不需要照镜的。那我们还看到在乌东的部分呢，看起来画面上看起来很唯美，可是却是非常残忍的白磷弹。俄军又开始在乌东失控的狂轰滥炸。来，我请教将军整体的情势。大家注意到其实今天大家觉得乌克兰昨天好像退了，今天好像又没有退，所以大家一直觉得这个战争怎么打打进进进进退退。所以我昨天就跟大家讲了，作战绝对不能照镜。照镜就会陷自己的部队进入危机之际，所以你看他们退回去之后，可是没有完全退，他们只是退到他们统治的这一块，这个绿色的圈圈依然在激战。为什么激战呢？要把它打到平，要把它打到平。所以说这一块依然在小口吃，他要一点吃，一点吃，再一点吃，吃到什么？吃到这边变平的，整个乌克兰变成南北，变成南北。而不是被整个俄罗斯包成这样子一个绞刑，这个一个绞刑是最残忍、最麻烦的状况。你乌克兰的部队只要一深入，他就三面包围，但你自己陷入险境，不是乌克兰被这个俄罗斯包围，是你乌克兰打太快。所以这个状况呢，俄罗斯也想到了一个办法，所以他们自己的一些战略专家也讲说，你不能用乌克兰以前作战的方式来评估乌克兰，因为乌克兰在这一块他们做了8年的壕沟战。所以有很多的壕沟，那么俄罗斯的想法就是说，我用当年我们这个百万红弩、百万钢铁红军的方式，我只要抵住乌克兰第一线的这个壕沟的做法，我用装甲车、用战车压过去，整个压过去就可以把你这一块整个给消灭掉。后来俄罗斯自己的战略专家讲说，乌克兰的战法好像改变了，他不再是走壕沟战。他走的是机动防御，那我这边再跟观众朋友上课一下，什么叫机动防御？机动防御叫做少兵守点，多兵机动。所以机动防御严格讲起来，它不叫防御，它叫一个积极性的歼灭作为。
也就是说，我会用这个壕沟来引诱你深入。当你的俄罗斯的部队认为我这个地方可以用钢铁鸿炉、钢铁的这个甲车、战车碾过去的时候，我的尾巴，我用火力封锁你，让你所有的机甲部队、让你的坦克进得来出不去。然后进来十辆，我消灭十辆；进来二十辆，我消灭二十辆。我就采取小口吃的方式。这是俄罗斯发现，为什么乌克兰看不到主力？为什么乌克兰看不到重兵器，却能消灭我这么多的俄罗斯士兵？他们看出了这个端倪。可是啊，已经九十多天了，已经九十多天，你才看出端倪，已经来不及了。因为乌克兰的战法又改变了，他不再走这个所谓机动防御，他走的方式叫做一块一块把你切割。那这个按照军事来讲叫做什么？这个叫做迂回。他不再正面跟你打，我迂回绕到你后面。我绕到你的侧面，我绕到你的旁边。我以北顿内茨克河的切面作战为例，我没有一次要跟你决战啊。你渡到河这边来的话，我绕到你河的另外一边，我绞断你后面的后勤补给。所以为什么今天俄罗斯的部队又退了？因为他认为说，回到了北顿内茨克市以后，整个后勤补给都在我的手上啊，我不需要担心啊。可是乌克兰的做法，他用迂回的方式，用火力切断的方式，把你的后勤补给线又截断了。所以乌克兰的部队就是这样，我一直在调整我的作战模式，但是俄罗斯呢一直用老方法，这是什么？白磷弹。这个在开战的第二个礼拜我第一秒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我想说，有没有一个就是赏星空可以赏到这么淋漓尽致的？我就觉得说画面上看起来是漂亮，但没想到它竟然是炸弹，非常漂亮。因为它的爆炸的方式不是炮弹落地才炸，如果炮弹落地才炸，它的炸点还有整个火药会从地面往上喷，这是落地才炸。可是整个白磷弹、化学弹，如果落地才炸，它的效果很差。所以它所调整的叫做空中爆发的空炸信管，它可能距离地面50至100公尺，它就爆炸，让这个白磷的这个化学分子变成像天女散花的方式一样，这样掉下来。这每一个点掉到地面上，它的燃烧时间是40到50分钟。那它可以烧得多快？它是像砖子一样一直往下钻，那一直钻到什么？钻到 RC 建筑它才会停。如果说一般的泥土啊，一般的钢铁，你说钢铁一定挡得住？钢铁最挡不住，因为它的温度高达2500度。它会往下钻，它一定要遇到石棉或者是石质的 RC 建筑物，它才挡得住。所以你在野外，在泥土，在任何的树木，在钢铁，全部穿过去。那么为什么？那其实大家说，那是不是很可怕？是不是很担心？我看到了这个有人拍摄，我就觉得不担心了，就表示乌克兰的部队一定找到了防御的方式，否则这怎么拍到的？这怎么拍到？这是由下往上拍的，所以说这个部队他一定有方式，他已经找到了如何去阻隔这2500度白磷弹高温的方式。所以俄罗斯他这样子做，只是再次暴露了一件事：你的炮兵阵地，因为白磷弹所发射的位置跟一般的炮弹不一样，他要打得非常的高。那你炮弹只要打得非常的高，距离我的目标点就要非常的近，因为它的仰角越大嘛，它的这个飞行的时间、滞空时间越长，它距离你的目标就越近。那当你距离目标时间越近的时候，我可以看到你发射炮弹的位置。为什么？因为美国除了提供这个 M 乖乖乖这个拖引牵引炮之外，它还导引了一种所谓的战场炮兵目标雷达，我可以抓到你从哪里发射的。所以当你炮弹发射出来不久，你的炮阵地的位置就被我抓到了。那当只要被抓到以后，那一门炮就被摧毁。所以说为什么乌克兰可以这么快的进展，这么快的收复，这么快的在一天之内交换所谓的作战的得失，就是这样。因为你俄罗斯越打我越能够抓到你。另外就是大家有一件事大家今天很讶异，也是俄罗斯的这个军官出来抗议，他说我们的特种部队被普丁的特殊军事行动拿去渡河啊！我的特种部队多难训练哦！我们建军的思维讲，最难建的军种叫海军，你要建的一个海军哦，超过30-40年才建立得起来。你要建立空军要超过20年以上，建立陆军10年，但是建立陆军10年以后，将近10年的时间都在训练特种部队，因为它最难训练，它所续费的这个技术最高。他有需要花费的时间最长，他要花费的资源最深。你这么特战的部队居然拿去渡河，
所以那些将领很生气，他说到底会不会打仗，怎么拿特种部队去渡河，我们看看乌克兰的特种部队在做什么。这是在北顿内茨克，乌克兰的特种部队是空降到他炮兵阵地的后方，然后把你炮兵的这些士兵还有成员编组全部给你消灭掉，然后呢把你的炮虏获。所以我只要消灭你的战力，但是你的装备我要，你的装备我接收。那这种做法大家说那炮兵都是这么笨吗？炮兵不是很坚强？对，炮兵有炮才坚强。当炮兵的炮跟你距离只有3公尺5公尺的时候，我告诉你特战部队比较厉害，因为你徒手打不过他，我一支蓝波刀就解决你了。那你炮兵部队你可以远程打击远程射击，可是近距离你遇到了我你一点办法都没有。所以特战部队是这样用的，是要落到人家的炮兵阵地后方，落到人家通信的设施后面，落到指挥阵地后面，特战部队才有功用。然后呢完成任务立刻撤退，这是特战部队。可是俄罗斯不是这样用，拿去渡河那当然完蛋啦，浪费了你的这个精锐的部队。另外我讲哈，大家看到了一个这个俄罗斯他们慢慢在失去他们的制空权，所以我说乌克兰的做法就是我小口吃，然后呢从低空到中空到高空，他从他的防空飞弹，从次针飞弹进入中高层的防空飞弹，现在飞机出现了。现在乌克兰这苏凯24在顿巴斯，这不是俄罗斯的飞机啊，对，是俄罗斯当时建造的，可是这个飞机是乌克兰空军在飞，他在顿巴斯的空中出现，就是告诉你顿巴斯这一片的天空，这一片的空防，这一片的空优，我乌克兰收回来了。所以俄罗斯，那你俄罗斯把它打下来啊，人家在上面飞你为什么不打下来？因为你没有空优。所以也就是说会让地面的部队更有自信，我的空中空军已经掌握了空优，我在没有空优的时候我都可以消灭你的 破炮阵地，消灭你的炮兵阵地，在我有空优的时候整个地空整体地空联合作战我会更厉害。另外我还要给他看一个非常让大家觉得很奇怪的事情，台湾的装备在乌克兰出现。台湾的装备看到没有，神机电脑啊，这个电脑是台湾的咧，军规版的神机电脑，我以前在军中我也用过哦，这是数位定位战场透明化的电脑，这怎么在乌克兰出现？大家说是不是台湾军援？不是，是台湾的神机电脑卖到全世界。全世界有很多军规的电脑都是用台湾 Made in 台湾出版的电脑，所以这个状况哈，大家不要说是台湾军援，是因为世界需要台湾，所以乌克兰他可能不知道用的是台湾的电脑，所以我特地把它抓出来。我们台湾的神机电脑也帮了乌克兰很多的忙。乌东的情况哈，虽然讲咱伫台湾哈，我较很担心哈，我们其实会替他们做紧张。最新消息是，美国正要准备提供远程的多管火箭系统。来，一中老师，我们可以看哈，这个系统说打算准备要提供，可是呢，最快还要等到下个礼拜才会宣布。可是你知道吗？目前前线的战况很紧急呀，所以我们说哈，援助的速度当然是越快越好。乌东的情势进一步补充啊，可以看到就是说。5月25号，俄罗斯对整个顿巴斯地区展开，根据乌克兰官员的说法，是最高强度的轰炸。刚刚前面将军有提到，包括那个白磷弹的那种炸的样子，它现在这个是整个被炸烂的这个整个顿巴斯的地区，你可以看到，基本上整个城镇基本上跟废墟没什么两样，就是这种狂轰滥炸。而且这里面我要再补充一下，那个白磷弹真的很缺德。那白磷弹过去是纳粹的使用，那乌克兰、俄罗斯自己声称说他们是要来解放新纳粹主义，就你所使用的这种白磷弹的这种手法，就跟当年的纳粹，你知道当年纳粹有一种说法叫做烧洋葱，就是因为那个白磷弹沾到人以后，那基本上就是燃烧，对，就在讲烧。所以你用这种烧洋葱的方式，那个不没有毫无武德可言呐、啊。所以你看，整个顿巴斯被他打成这样，那顿巴斯根据他们的战况的报告是，整个顿巴斯有40几个村庄被俄罗斯炸到几乎是体无完肤。那目前整个战况，我们来看那个整个战况，因为经过狂轰滥炸以后，那确实俄罗斯取得的某些成果。这里整个战略重镇红利曼就在这个最乌东的这一块红利曼的部分，这个部分呢，目前俄罗斯已经取下了红利曼。那这个红利曼，那乌克兰的军队呢就撤到旁边的这个斯拉维扬斯克，暂时就往这边撤。那为什么这个红利曼很重要？这个红利曼除了是在斯拉维扬斯克这个关键的战略要地旁边以外，整个红利曼其实是一个铁道的运输中心。你要知道，从地理位置来看的话，红利曼呢，它可以连接
整个乌东，包括北顿内斯克跟斯拉维扬斯克。所以当俄罗斯取消这个红利曼以后，它某种程度意味着把乌克兰在这个乌东东北的这一块，北顿内斯克跟斯拉维扬斯克中间把它做了切断。所以这个战略位置在对俄罗斯来讲，它具有强大的作用，也难怪他们这一次火力那么大。那拿下来这个以后，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整个战略来讲，他把它切成两半。那目前根据那个他们的统计是说，整个卢甘斯克地区啊，俄罗斯已经拿下了95%，基本上整个这个东北这一块基本上他拿下来。那目前还有40,000的乌克兰的那个居民留在这边，但是目前还没有要撤出。所以目前我们就在观察，就是说那乌克兰有没有办法再继续进行反攻？因为毕竟他们还有40,000的居民在里面。好，那讲到反攻呢，最重要就是什么？就是要有火炮。那火炮现在对乌克兰来讲，各国都说要援助他。那有越多的火炮，那乌克兰当然是越好。可是呢，这里面就出现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我们来看，最近呢，乌克兰驻德国的大使，好，他在他的 Twitter 发了一篇文。这个文呢，你看这个图是什么意思？这是一个瓜牛。上面背了一颗子弹，他是乌克兰驻瓜牛背子弹，他说军援速度有够慢，他是驻德国大使，所以一去抛这个动作就是讲，你甲德国呛声讲，你也欠气了，你也武器了，你即马代志就是讲，其实啊，德国大家如果看新闻，大概一个月前，德国因为德国一开始是没有要军援乌克兰的，一开始还说只给钢盔，后来被骂，然后看到各国北约各国都加入那个战局以后，德国就说好。上一个月前，他们说我们要提供数十辆的所谓的防空的那个猎豹坦克，大家那时候还想说，那个坦克好像还不错。结果呢，最新的消息是德国说有，我们在七月的时候会交付第一批所谓的猎豹防空坦克。七月，同学，现在才五月底呢，也就是说乌克兰可能还要被炸两个月，德国而且才15辆哦才会到。所以不管那个乌克兰的那个驻德大使公，你就写高增效以后，我都已经被炸成这样了，你坦克还没送过来，而且还要到七月，那为什么会这样？据说啦，德国自己也有困难，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德国哦，他们自己听说他们连弹药都不够，猎豹坦克的弹药都不够。其实德国哦，因为德国过去跟乌克兰，德国过去跟俄罗斯是走的比较近嘛，你看包括搞的北溪一号跟北溪二号的天然气的部分，所以它某种程度上，它其实对这种军事的这种投资其实比较没有那么足。所以你知道，在乌克兰战争刚开打的时候，德国的陆军司令讲了一句话，他说他对于这个德国的政府对国防的投资不足啊，他感到非常的愤怒。他甚至说整个军队是空洞化，所以等于说他过去并没有那种所谓的这种战争的这种意识在，所以已经把空像庆忌了，最起码还要申请。所以你知道乌克兰有个议员他怎么讲吗？他说这个东西啊，我们等到七月才送来坦克的回应什么？他又就是搞什么的脏话了，英文的 W 花的 F 了。他这个议员还加码表示，讲这个花的 F， 他说什么？他说这就很像那种感觉，一个妈妈她带着一个新生的婴儿。那躲在一个地下室里面，没有配方奶，就是说你要这个妈妈的宝宝最需要的就是喝配方奶嘛。因为我没有配方奶，你要我关在那个地下室关到七月，你就把写的高增效。所以你看整件事情，然后这里面最好笑是什么？你知道这个乌克兰驻德国大使、他也不是第一次呛德国，他上次还很好笑，他曾经呛过德国总理肖兹。你知道为什么？大家看新闻之前有没有个新闻说德国的总统不是说要访问乌克兰吗？那乌克兰说变。你不用来，因为乌克兰对于德国之前的态度不是很满意。然后德国总理肖兹就讲，他说你们这样子很不厚道。他还批评乌克兰说你们这样，我的总统要去，你结果你不让我去，这是很不对。那你知道乌克兰驻德国大使在讲什么吗？他说肖兹是什么？你知道这个很好笑。他说肖兹就像是一个被冒犯的猪肝肠。对，我们那时候一直在想说，到底什么是猪肝肠？被冒犯的猪肝肠是什么意思？他根据德国自身的解释，那德国人的说法，他说这个所谓的被冒犯的猪肝肠，指的就是一个很恼怒的薄脸皮的人。就是你面皮已经够薄啊，你个去磨歪，所以叫猪肝肠。所以这个过去就是说，你可以知道，就是说从这个大使的态度，你就知道整个乌克兰到现在其实对德国还是非常的不满。然后最后我们再来讲一件事，那普丁最近也有动作。普丁前两天因为之前就是说普丁，第一次普丁第一次去慰问伤兵如果大家要看新闻的话，他第一次到莫斯科的一个军医院去慰问伤兵，而且他还说这些伤兵是英雄，他说我们就是你们的孩子都会为你们感到骄傲。那本来这是一个没有什么问题，只是大家说这些伤兵看起来都很健康，都能伤势都不严重，对，看起来不像是很严重这个就算了。结果现在有人在 Twitter po 了一个你看结果有人看出来，其中一个伤兵呢，跟普丁之前访问一个工厂的工人，
那个长相真的就是这么巧，好像的好像。所以虽然没有证据说这到底是同一个人，但是人家说奇怪。哎，他的好像的好像是，比方说我们可不可以对比他的比方刘海啊？对，刘海啦，你看这就头摸额头的感觉很像，是不是？秃头啊，什么刘海？就是我是文言的假。对，甚至有人跟我刘海。其实有一种方式，有人网友就开玩笑说，不然这样子拿那个 Apple 不是有那个 Face ID？ 对对对，可以 BB， 如果 B 的人开，就表示他就是同一个人，因为电脑骗不了人。所以你知道整件事情好不容易第一次去拜访伤兵，然后好像看起来情况不错，就被他搞说你是在灵演，难怪你知道最近普丁嘛，还他在山上唱诗还说哦，一方面拜访伤兵，一方面还说他们要取消默默的国会议员哦，他要通过一个法案说要取消40岁的征兵，因为俄罗斯本来是40岁当兵嘛，啊，起码讲兵不高，然后现在就偷偷，你看这个东西，我跟你讲，真的观众朋友你那不会，对，再比对一次，比较大家没事就拿那个 Face ID 一个 BB， 我跟你讲，如果解得开，就证明了真的事情就是这样。因为吼，你刚刚说秃头是不是？董老师是这样的，他的那个。这个的轮廓刚好是一个 M 字形，然后两边比对起来，这个是蛮接近的啦。我再过几年就跟他一样了啦。那个我补充一下哈，这个是专制政权惯用的手法。还记不记得中国有个大妈啊？过去防疫两年有没有？那个大妈呢，在这个武汉的时候呢，她是公安。后来呢，习近平跑到那个比如上海的时候呢，他又变成是那个城管，后来呢，又在跑去其他地方的时候呢，他又是卖菜的，他什么都是就对哦。他还有扮过那个护士、护理人员，被他就是跑龙套，然后要演中国大妈，有没有？后来就一再的被人家抓嘛。其实呢，这个被他抓了大概一年哦，他还是一样出来，就是说这个就死猪不怕滚水烫，反正呢，中共就是这么干了，看你能怎样，假的就是假的，所以这个东西呢，我觉得也是啊，他一定会假到底。他下一次普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慰问那个战士的遗族。啊，那个人可能就在那個，他可能下次是都要戴个帽子要遮一下了。来，说到大内宣，晃哥，我们刚刚一开始播出的新闻带我们等一下导播也可以调出来。俄罗斯官方特别释出他们伊斯坎德尔，然后他说哦，我跟你讲，我们发射了，而且我们击中乌军的军事设施。可是我就看那个画面，我觉得好奇怪哦。我们记者也都是非常专业的，他怎么可能只有让他发射没有落地的那个画面？我就觉得很奇怪哦。那我请教你啦。你若是要释出画面吼，你起码你说你打中什么军事设施，是不是也像乌克兰一样啊，弄出来看一看嘛？你觉得这当中的差别是什么？因为俄罗斯没有无人机，没有那么多的无人机可以在乌克兰的战场在那边拍摄击中的画面，这是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呢，这个伊斯坎德尔飞弹呢，它只有发射啊，有没有击中目标，其实并不确定，天晓得，真的并不确定。那可是我觉得这个大内宣呢，大概就只能骗骗俄罗斯人。其实伊斯坎德尔飞弹呢，当时发展，它在俄罗斯的编号叫做9K720哈，它有两款，一款是外销款，一款是内销款。那外销款的射程大概是150公里，内销款的射程就是俄罗斯自己在用，可以有500公里那么远。那它当时俄罗斯是号称说，全世界没有一个反飞弹的系统可以拦截得到它。好，那它是一个短程地对地飞弹，就载在卡车上面，所以只要三个人就能操作，算使用非常方便哦。但是呢，很抱歉，它的精准度实在不怎么准哦。它的精准度是半径30公尺，30公尺是什么概念呢？30公尺的意思就是说，你可能你要打这个三立的大门口，你可能会打到对面的那个某瑞典的家具，大概就这么远哦。好，那。那跟美军的这个最有名的巡弋飞弹战斧有差别有多大呢？我讲一个给大家听，记不记得当时阿塞德政权在叙利亚的时候，美军曾经打过阿塞德政权的飞机，你知道那个飞机不是放在地上哦，它是停在基堡里面，那个基堡是一个类似像拱形的桥，它前后是通，因为飞机要进出，但是上面跟侧面都是用加固的钢筋混凝土盖住，我想那基堡宽度大概不会太宽，大概就是10来米左右。美军的巡弋飞弹是很精准的，从两个墙中间穿过去击中那台飞机。你如果是伊斯坎德的话，可能会打到外面去，打不到飞机，别的机棚。对，可能甚至搞不好打到外面去哈，这个就是准不准的差别哈。而且呢，俄罗斯虽然在2018年的时候宣称说，哦，你们注意哦，你们北约注意哦，我有180枚伊斯坎德尔哈，正在对准你们北约的方向哦。问题是2018年到现在，
俄罗斯你总共还有多少枚伊斯坎德尔可以打？好，就算让你每一枚都运气很好，都精准好了，你这个就只不过是达到一个大内宣的效果。因为我从来没有听过一个，尤其是你要去侵略别人领土的国家，靠飞弹就可以完成目的的，你最终还是要地面部队进去。所以这个只是一个在一连串的战事不顺利的情况之下，俄罗斯官方故意试出来一个画面啊，就是这个画面嘛，伊斯坎德看起来很雄壮威武嘛，对不对？那他就是试出这个画面来安俄罗斯的军心，说，哎，你看我们的高精密的武器哈，可以发射。问题是，不管你是匕首飞弹也好，伊斯坎德飞弹也好，没有错，俄罗斯都有。但是第一个，你的数量够不够？第二个，你的飞弹的精准度是不是有如你自己宣称的真的那么好？那乌克兰显然，如果你有用的话，我们换一个逻辑来想，如果这飞弹这么好用，为什么打了九十几天你们还是打不赢呢？就证明说这个武器还是有它的极限存在。那现在释出这个画面呢，完全就只是收到一个大内宣的效果而已啊。到底是谁不想打了齁，我们来研究看看。因为呢，意大利齁，因为我很少提到意大利，意大利他有提出方案，他的外交部长齁，他说什么他提出来的方案是这样。来，董老师，我们看到他提出来的方案是说，那俄乌前线就非军事化，乌克兰成为受保障的中立国。其实之前也有讨论过中立国嘛齁，反正你不要加入北约啦。接着呢齁，第三项他讲啦，他说那俄罗斯你分阶段，你撤军之后换什么呢？换西方逐步取消你的制裁。那克里米亚还有顿巴斯这个部分呢，他说啊，就是乌克兰的国土，可是、哦、有一个但书，他可以享有高度的这个地方自治。那我们进一步看了、哦、那俄军他不是老兵拖上战场的吗？老古董 T62 也拖出来了，兵火库空空的、哦、军火库也空空的。那这时候呢还有另外一个关键的人士是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的这个发言人、哦、佩斯科夫，他说什么？他主动哦，他主动跟乌克兰讲说，你们赶快接受我们俄方提出来的和谈条件，你就把乌东的领土吐出来，来换取和平啊！人家泽伦斯基要的是寸土不让嘛。那你来看哈、哦，这两边刚刚气场有点怪怪的是，因为克里姆林宫看起来是有点急啦哈、哦。那这个外交部长哈、哦，这个拉夫罗夫，他对于意大利提出来的意见哦，他是非常感冒的哈、哦。他说立马卡定金的，卡紧盯哎哈，为什么提出这个哈、哦？要认真一点，当政治家了哈。不要在选民面前显摆，怎么会提出这样一个提议？那我请教你哈，现在到底是谁比较急啦？好的，我应该这么说哈，我先讲普丁的和谈条件是什么？四个是台面上的，两个是台面下的啦。第一个中立化嘛，就是不要加入北约嘛哈。第二个去纳粹化、去军事化，第三个嘛哈。然后再过来就是要承认，要乌克兰承认哈这个在克里米亚还有这个顿巴斯克的这个主权，俄国的主权。这四个是台面上的条件，其实台面下普丁还有两个条件。第一个哈，要去除啊这个西方国家对俄国的经济制裁，他要这个东西嘛。第二个是要去除这个联合国哈国际法庭也好了哈对俄国的战争罪的指控，这个其实都在谈判条件里面了哈，只是台面上或台面下。泽伦斯基哈最后一次就前两次了，就前两天了。他讲说哈，除非好俄国全部退出乌克兰，我们才可能谈判。所以因此你可以看到，就是说现在是谈判的僵局就在这个地方。好，意大利提出这个哈，美嘎在哪里啊？意大利这个我一看啊，就忍不住笑了。他的意思是说哈，这个哈还是变相的哈，还是你俄国呢，你要先退出这个乌克兰的这个领土，只不过。你可以分阶段退，这什么意思啊？只要普丁一退出这个乌克兰的领土，就表示普丁彻底的失败，他无法，普丁无法承受啊。那你过去打了三个月，你在干嘛？你牺牲了那么多啊，你牺牲那么多军人、武器、军火、经济，你为了什么？好，意大利说你分阶段好可以撤出来，这什么意思？你分阶段承认失败了。他就是这个意大利就是这个意思，就是给你有点面子缓冲一下，可是俄国真的无法答应。我再讲一遍哈，无论你是一次撤出分阶段撤出，你都彻底的失败，普丁都无法跟俄国的人民做交代。所以现在普丁有苦难言，他我相信普丁自己也知道，就是说他只有硬着头皮打下去，甚至是假装打下去，
炮有在射，管你打哪里哈，反正我有假动作，我有打就好了。我有打就好，就说这个战事哈还在持续着，好，然后呢，好这边碰这个飞弹随便丢一下，那个火炮随便轰一下，轰哪里没关系，这个战争还在继续，这样就够了。所以你看啊，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过去啊这两三个礼拜，甚至这一个多月来哈、啊，我们在讲说这个俄国到底的军队在干什么，乱打一通，然后自己慢慢被消灭吗？因为普丁不愿意停止，那只好逼着这些他们前面的俄国的这些军队啊，这些将领啊，假装再打一打，实在很可怜。哦，哎，你说假装打嘛，那我们看一个部分，因为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假装打，所以才会派错部队啦。刚刚将军你有简单提到是说那个特种部队的部分哈，那我不知道说空降旅跟特种部队他们训练是怎么样养成的哈。我们来看一个部分，俄军为什么出师不利？英国国防部他的分析哈，他说啊，你那么精锐的空降旅哈，叫做 VDV 哦，连续已经败了很多场，他也整理出来哈，四月份有一场是在195的攻势，那五月份呢，就是我们讲那个北顿涅茨克河的部分都被乌军重击，而且死伤真的都非常非常的惨重。那他说，因为你根本就派错单位了，不应该派空降旅去发动攻击。那你刚刚有提到说特种部队、空降旅哦，假设今天是空降旅，他应该是什么样的任务？那我更好奇的是，他们在养成的过程中需要做出什么样的训练？我说特种部队有几种哈，一种叫做山地特战旅。一种叫做高空特战连，那还有一种叫做三栖特战连。那俄罗斯这支部队是三栖的，它可以海、可以空、可以山。他们吃的苦头应该就更多了哈。这个一个养成的部队，就像我们的梁山特勤队一样，那个很难训啊。那个训出来，我们才100多人而已，训出来那大概要5年以上才能训出一个合格的队，因为它里面要多少？它要自由搏击，它要高空跳伞，它要能够垂直升降，还要会潜水。那你想想看，这个人就蓝波了嘛？这就是简直就是蓝波了。你要训练这个蓝波出来，然后你应该叫他去做什么？敌后破坏。对，越高级的军事人员，他做的叫做敌后破坏、敌后渗透，他要拿到所有敌人最重要的资讯，他要获得敌人最重要的坐标，他要破坏敌人对我们大部队危害最重要的武器。